今天我们吃豆豉炒尖辣椒啊。幺妹最爱的一道菜，这个豆豉不管是焖鱼、炒肉、炒辣椒，直接吃都好吃。这样子的一瓶一斤装，香辣、麻辣都有哈。微辣、特辣都可以去选择，一瓶一斤，它都是采用的农村的小黄豆和菜籽去炒制而成的，真的很香啊！我还加了几片肥肉。豆豉炒尖辣椒可以干，干个2碗饭啊。